哎呦，进了呀，进了！哎，哇，丢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进了，你们！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进来！嗯，哎，我说啊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这宝贝儿子，每隔15分钟出来喝趟水，每次在你欢呼之后，必然出来观摩。嗯，你这样好啊，像我喜欢足球，不愧我儿子。是像你儿子。照这样下去的话，下周考试肯定考不好，到时候都是你的责任。哎，反正下次家长会你去我不去。你家小孩多聪明啊，小乔知道轻重缓急，不要担心。行，你要是能管得住他呢，你就继续看。你要是管不住啊，哎，那脏衣服有一大堆呢。我不洗，我不要洗，我不要洗。那怎么办呢？马尔跳，马尔跳，大哥，我有事跟你说，过来。什么事啊？你知道什么叫玩物丧志啊？啊，那个巴西队他就是玩物丧志，跑动不积极，就知道玩花招，让德国队硬灌进一球。马小跳，你厉害，虎父无犬子。哎，那你说说卡卡卡怎么样？你分析一下他技术。卡卡他是相当的厉害，他带球突破。马天笑，不是小弟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知音竟然在家里。哎，你再说一下卡卡到底怎么样吗？卡卡特没脸，知道吗？马天笑，回屋去。哎，老爸，你们玩吗？等等，二哥，精彩回放，精彩回放，来来来，哇，这这这哇，厉害！哎，我操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我对电视机实施管制。哎，下半场就要开始了，洗衣服去。妈，世纪大战呢、啊、星球大战也没用，不准看，回屋去。你快点。气死了，不能这个样，下半场还要开始，要不然我会死掉的嘛。那就死掉好了啊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。拿毛笔去。拿毛笔干什么啊？写封条。好，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。在昨晚举行的世界杯半决赛中，德国队以2-0完胜巴西队，没想到德国队赢了。德国队万岁万岁！德国队有望。我跟你讲啊，咱们父子以后惨了，只有躲在家里看足球赛了。怎么搞的？老妈太坏了，就怪你妈妈呀！我跟你讲，你妈就这样，自己不运动啊，就把自己的那个不良嗜好灌在别人的那个痛苦之上。就是，莫名其妙的呀。不过你放心啊，你爸爸是有办法对付他的啊，但是必须我们两个好好的想办法。是的，哎，治他。对啊，你不治他不行啊。对啊，但是要怎么治呢？我们俩必须要碰。早。早。啊。哎，我要上班了。马小跳，你也得上课，来走走走。马天笑，哎，听说你要治我？封条掉了，马小跳去找胶水，快点，我们把它贴封条，快点。别装了，都给我坐下。马天笑，儿子是你亲儿子，这要是考试成绩不好，升不了好学校，将来没有好前途，你说这责任谁负担得起？哎呦，你认为？我跟你说嘛，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！你打算疯一辈子吗？谁说要一直这样了？啊，就是小跳考试这一个礼拜嘛，如果考试成绩好的话，那管制期就自动结束了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也不看？我坚决不看。我在家里看电视时间是最少的，你们俩都要以我为榜样。切，哼！事成之后，我延长你每周看球赛的时间。那就疯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还没有问我的意见呢，我坚决反对，反对，上学去。说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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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后的凶手就是那个自称有不在场证明的律师。哇，是吗？多亏你看了，我以前看漫画就没看到这个结局，害得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。现在我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马跳，你猜到那个结局了吗？
我昨天看的是球赛。哎，球赛！球赛！哎，那个下半场可真够精彩的。就是，可是呢，下半场我没看完。哎，总觉得那个德国队不可能赢。就是，真想一口气都看完。就是，我知道，德国队他赢了。啊，赢了！赢了！哎，那球是谁进的？哎，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啊？这个嘛，马票就知道吹牛。那么晚了，你妈还让你看电视？就，我们一家三口都是铁杆球迷。那你给我讲讲当时是怎么个情况？讲讲啊！就是呀，其实嘛，吹牛吧你！就会吹牛，就会吹牛。哎，其实昨天嘛，马小跳下来，那个小你要上屋顶啊！小罗非常。你今天上课怎么样？大爸，那个昨天那个球赛的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也正着急这件事情呢、你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以前我在办公室都是人家打电话来问我评论，结果今天你猜怎么了？办公室讨论的热火朝天，我插都插不进去话。我也是太丢人了，不管了，看。你别开玩笑。你妈不简单啊，你碰过了电视她都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事情，你真的要碰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以后就别想要看电视了。总不能放个那么精彩的球赛但是不看吧。儿子啊，我在想啊，我们得团结啊，得配合。好，我们把电视搬到我的房间里去。哎，等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想办法，应该是把你妈妈先攻下来。把我妈给攻下来？不可能，我妈她又不爱看球赛。那她是不爱看球赛，但是她爱看电视啊。你忘了吗？她每次看韩剧的时候都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她看电影的时候你是不是说话她都听不进去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对啊，我们可以把老妈给拉进来，让我分析分析到底应该怎么做。是不是时间要到了啊？我那碗，哎，你洗过了，洗过了啊？那个什么，我的衣服，你衣服刚收好，我帮你收到柜子里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小跳，小跳在屋子里复习功课嘛。哎呦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你坐下来休息一下吧，你搞得我很别扭哎。你还不是为了咱们儿子吗？两个人都看电视，你坐在这儿，我就不能坐在这儿。丁伟啊，你要相信马小跳的意志力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为他瞎操心。什么叫瞎操心？他还有意志力？哼！我跟你说，别说咱们看电视，就是隔壁那个楼放着电视剧，他的心思也能飞回去。现在是特别时期，咱得对他时时管着。我找到了。你给这媳妇点声，你这找着儿子，这我找到了。测试一下，有点自觉性啊，是不是？要相信我们的小孩，哎，你不要换台呀，你。马跳，马跳，哎呀，我本来是想去喝水的。好吧。要看谁来嘛？不能换，好戏在后头。这怎么会好戏呢？这是啊！怎么突然拔腿就逃啊？哎！哦，好像晚上喝杯牛奶有益身心健康啊！你看这架势，已经走不动路了。丁伟啊，人家搞不好小孩真的是要去喝杯牛奶。我给你打个赌好不好？他一会儿就回到屋子里去了。哎，我也给你打个赌好了。他要是不把冰箱里的饮料都喝个遍，这动画片怎么可以看完呢？哎，咱们得相信自己的小孩吧。咱们呢？麻将。哦，还有我的果冻。不是爆炸。哼，这就是自觉性。
气死了。啊！真疯了！哎，为什么呀？为了我呗。那不还有你爸呢吗？难道你爸也同意了？我爸呀，他就是墙头草两边倒，一不留神他就叛变了。哎呀，你得装装样子嘛，在电视机面前表现好一点，就是嘛，让你妈不觉得你已经上瘾了，知道吗？我试过了，但是失败了。失败了？你也太沉不住气了吧。对呀，拜托，我是小孩子。哎，唐飞，你老爸老妈老是不在家，要不我去你家看。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，自从上次秦老师家访后，我们家八点就能看电视了。哎，还让保姆管着我。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大家都别唉声叹气的了，我觉得应该去积极一些。马小跳，谁是你最大的敌人，谁就是你应该去努力说服的对象。啊，你说说服我妈？对。哎呀，不可能，在家里都是我妈管说，我管服，从来没有斗过来的。那还有电视啊？你告诉我，你妈妈喜欢看电视吗？喜欢。真喜欢？真喜欢。那不就简单了吗？所以啊，你可以让电视帮着你一起说服你妈。这个我可有经验，让你妈喜欢上电视先。哦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这次一定成功。这是你妈最爱看的电视剧，我保证可以攻下你妈。对，准备了。嗯，好，开始。老爸，你根本就不懂电视剧啊！哎呀，我怎么会懂呢？这个都我看不懂吗？要找人来说明白呀。老爸，你是大人了，你悟性一定比我高了。你是怎么说的？怎么能不理解呢？你给我讲讲啦。谁？那你是怎么？谁看的电视啊？老妈，今天是星期六啊。就抱着这种想法，那也得空着一个小时啊。嗯。哎，等等，你看这个东西我说不明白嘛。这个男的爱这个女的，这个女的也爱这个男，但他们就不能在一起，然后又一团人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能不能说清楚吗？对啊，老妈，这次我们老师说了，这次写了作文，很可能就要写一部电视剧。可是我这个翻来覆去就是看不明白啊。别烦我，我可不想被鱼拖下水。劝你减肥，否则的话，就是我有另取新欢的。这不是我最喜欢看的那个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吗？不行，这是错的。老妈，你看过这个？哎，对，这个我们都看不懂的，我都没头没脑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说清楚，因为你懂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哎，你们两个小笨笨，怎么会看得懂这个呢？啊，赶紧跟我讲讲。啊，你看儿子啊，就这个老爷爷，他开了一个大澡堂子，他一共有三个女儿，这三个女儿呢，都在找男朋友，可是现在天底下这男人呢，都靠不住。啊，老妈，你太厉害了，不像我爸。一点都讲不对，就是爸他那个悟性。哎呀，佩服佩服啊！哎，老婆啊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每天固定一个时段啊，就听你讲这个作品评论，好不好，儿子啊？好。当然，在这作品评论当中呢，我们就可以调剂调剂啊，看看球赛什么之类的呢。但最重要是接受你的艺术熏陶为主。老妈，小马，你们俩就别变着花招想看电视。我告诉你，我说到做到。马小跳考试不结束，考不出好成绩，这电视啊，你们就别想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行，又没了。这破电视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还没地儿放呢，我不行我就给扔了。谢谢你。哎，别动吧。谢谢大家。这行了，有了有了。好，保持啊，保持，别动。别扔啊，这碰到点事儿，大伙要都自顾自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地方我拿橡皮筋给粘上了，你瞧的时候可千万别动它啊。哎，这小混球还以为我跟电视过不去。这个地方很脆弱。哎呀，等你再出去了，这电视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哎，闺女，都多少集没看了，我今天都得补回来。哎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啊，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小心点这个地方，听见没有？爸，我正好出去买菜，走，我送您一路。哎，走，怎么让我走？卸磨杀驴呢？这个是。
哎，老板，你怎么？我觉得不只是咱们的动物园，如果拿病人作为例子来讲，他能够慢慢慢慢感冒啊，怕传染给我，所以让我到客厅来睡。估计他现在已经睡了啊。那么说，可以看电视了吗？低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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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。嗯。没有声音了，现在没有声音了。嗯。可是这个门锁呢啊。嗯。我们现在可以轮流看电视，但是我先看，你先去把风，我们轮着看啊。他呢是来自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位学生。啊，说好了，九点半准时归我。好好好。先看啊！哎，我们国家的这乒乓球太厉害了。今天还有一个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太厉害，这个杀球！哎呀，你看这个反拍！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？还有五分钟啊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去把风，去把风！我这不是乖乖的看你的节目吗？我又没有敲你摇板。哎呀，还没轮到你的时间嘛！哎，我作业都做完了，看会电视也不行。不行。走。那这次突出的感受就是，这个男女选手年轻的十六七岁，也就说白了就是。哎，这个杀球，你看他发球，咋下这样子发的？啊，如果他们要来打，哎呀，厉害厉害的呀！烦。哎，石头石头石头啊！我轮到我了。对呀，现在也看到自己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比赛还没结束嘛，好不好？给我，别这样嘛。我也是分秒不差，轮到我，你去站岗，你站岗去。那么这样呢？到那个时候，他们这一代的时候。就跟我们就很容易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时候，他们等于是从又坐在这儿发呆了。哎，你不是要看国家地理频道吗？那要先等我看完这个动画片。干嘛？给你看。我知道你因为树林的死而难过，这点我不理解，但是其实我心里也很难过。坏啊！这不是要急死人了吗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快！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好啊，你们俩又背着我看电视，你们要气死我！老爸，你说你拿什么呀？这感冒了吗？啊？是我这，哎呦，现在还头晕呢。你们的房间有电视机。电视机？怎么回事啊，丁蕊？啊，是咱爸，他那个是有一个破电视机，他不舍得扔，他。啊，我没看啊。那你手里拿着摇杆，摇杆干嘛？哎，对。不是这遥控器，它不是那个闲着吗？就放着不可惜吗？我就。哎呦，我这现在头晕，老公，我先睡觉了啊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哎，等，上班？你明天不是要休息吗？哎呀，说清楚，说清楚。那好吧，事已至此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嗯，我看电视。哼，你承认了吧？不是我那个，我之前我也努力控制来着。还不都是因为马小跳，你们俩表现的也不怎么样啊！你们俩老背着我看电视，气我吗？你终于忍不住了，忍不住啊！就是，哎，老公啊，我是这样想的哈，就是咱们俩在控制好马小跳的情况下，其实看电视的这个幅度可以适当的放宽，那个宽松一些。这个哎，对哦，你说的对呀，说来说去其实是马小跳的问题啊。我们只要控制好马小跳，我们干嘛控制电视呢？老爸，你不能这样出卖我啊！我没有出卖你嘛，问题就是在于你嘛。你只要不让看电视，我就可以看电视了嘛。所以最后你牺牲一下嘛。凭什么我要牺牲啊？最近我的自然知识严重的缺乏，我要看国家地理频道。那好吧，我说句公道话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喜欢看的电视节目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这个时段给分清楚嘛。哦，我要晚上的，我要六点的。那其他的时段都是我的。OK， 好吧。现在是我的。新兰。啊，你的小宝贝儿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锁门？
今天报告报告。马小跳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老师刚才跟他理想的时候，我已经进校门口了，这不算迟到吧？马小跳，马小跳，你怎么这么稀里糊涂的？啊！现在已经是第一节课了，你迟到了整整一个早读课。啊！啊什么啊？赶紧快坐下吧，今天开新课很重要。来，打开87页，18课《颐和园》。怎么比我还早啊？你怎么这么早啊？我放学了呀。好吧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一言难尽。哎呦，你能快来安慰安慰我？我今天倒了大霉了，我。你怎么了啊？我今天去人采访的时候睡着了，我还在李老师的自然课上打呼噜。等我醒了的时候，人家都已经下班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还坐到自然教室里，跟别的班的同学坐在一起。唉，我搞砸了最重要的采访，领导要扣我奖金，秦老师让我请家长。你说我们三个人当中，马天笑你还算是正常的。你说我们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才惨呢、啊！哎，我烧成这样，你们根本就不注意我，不关心我。早上起来我就昏昏沉沉，我也没上班，我该开的会我都没开，该签的合约我都没有签。你知道我量温度之后我38.4度，你们都不关心我。老公，吃药了吗？吃药了吗？我吃了。啊！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你想想，电视啊。